从来处来，到去处去，万事皆有定数，不是你我能够决定的。阿炫，你怎么不问我当你是谁？你身上。 有光，我抓来看看。这一切都是梦，但非常真实。万物因缘生，万物因缘灭。知己既去，何若玉碎？ 在下自己山庄庄主，周子舒。这是哪儿？这是梦，也是朱灵。为所归来，入邪必退。这个小说直接影响了你的梦。你去帮我查一下这个人的资料。罗文。 只有你能改变这一切，找到那个破局之人。你好，我是张敏。还没见到舒影，就算天王老子，也休想跟我下桌。 小周，我想了一晚上，我们不想再因为你继续彼此折磨下去了。所以，一切都是为了我。想逃又不敢逃，想逃也逃不掉。阿轩，你为什么就不敢走？我是你认识的人，你认识的我是个什么样的人？你不愿意来找我，那就只能我来了。 阿雪，我想和你归隐山林，过神仙般的日子。认识你之后，我觉得哭好像也是一种可以理解的情绪。你笑什么？ 我以前其实不爱小冷，你陪我，好，我陪你。好啊，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，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。 师曾教导，明知不可为而为之，明知人心难测，而信之。你可知晓，你再也见不到你的挚爱？阿轩，我在别人眼中是什么样的？傻样。
大文，在呢。你叫我名字还是这么好听啊。